姑娘管事儿。大文。没有。转音。没有。给我连个。没有。快点吧。滚。只想吃鸡蛋的。你还信啊你？你一会儿我摸头了，一会儿我摸头了，你一会儿我摸头了，一会儿我摸头了，一会儿我摸头了。你打你了？你都打你呢，你都打你，都打，打你呢。我刚才等什么啊？我刚才给你等什么了？网友光喷我。啊，有人家网友光喷你，才不给我动手嘞！你上次打我打的那么狠，人家都说心疼卷子，心疼卷子，嗨，你这都不知道心疼卷子。人家把我撂地下了。那能多我能狠到？啊。我打你有多疼啊？我打你有你打我疼吗？我打你疼吗？你哪能劲大呀？我劲能有多大呀？我劲只是你的十分之一。那十来斤，穿着厚了些多。嗯。你还醒了是不？再来一回合，再来一回合。你不给你蛋？嗯。蛋着。不蛋。蛋着。我不想听你了呀。我真的问你一咕噜蛋。看看你醒了吗？上去问我一咕噜蛋，我蛋着你问。你问，我好问一咕噜蛋。你想把你把我弄吧弄吧，我不弄啊，弄啊，我不打你，做了报仇了是不？嗯，都是不服气，我不找你，我不找你，你别找事儿。放倒你，脏完衣裳都扶起来，不扶，我拉起来，不拉。不爱找你，我比那个啥的，以天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我想揍你，我跟你说，我一个手指把你放那儿了，弄下我门头了。动的不叫早，你现在越来越凶了。咋凶了？越来越放肆了。是吧？你打我还不能还手啊？让了你爸不知道，你上午让过我呀？你上午让过我呀？刚才揍你了没？过点。没有了。我给你打出来。你过点过呢？没有。过。没有。也不会拿球啊！你个懒懒的，看你都两步远，我兜里没了。